大家好，欢迎关注公园象棋，每天带大家看精彩的象棋视频，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一推吧，啊，要大成一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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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真丑，做的真奇葩丑，坐吧坐吧，真奇葩丑。真奇葩丑，真吓人！哎呀，这么冷，我还想倒着倒倒着我嘞。家嘞，这样一个包月课，昨天就七点钟去，七点钟去。没有，有时候我这个人老领人看好，这个昨天口说好，人家跟老李一样，跟那份一模一样。你老李有去啊？第二时间就跟我说那份一模一样，就丢那回。一搂就不中，就不能搂。还先你吧。来吧，一会儿就来玩了啊！剑锋留个小房间，剑锋留个小房间。
进攻啊！喂，啊，你说，对，啊，那不需要，不需要，啊，不需要，正麦啊，好。哪让你出来了？那人家都大面积出，说是不敢出来，咱那有完别呢。哎，你手机要有事，到时候联系你了。啊？那是呀，体检你放心吧。不多呀，挣了不多万，我这不是的，我算过，今天算个便宜几百。我一看，我做主要是做点石油数据，我怕是正常的中没中，我中单算了，最高算今天最便宜。碰到底成大事。干部气考的是，你这个炮，他这仗都是兄弟是吧？对，这个干部气那不一样，都得少启发一点点。对。
干着不是最快的。妈的，伤心是吧？你啥子随时都上去，那不中。我这骑车这习惯走的真。看都看着差别大了，知道吧？真鸡巴臭骑走的，真臭，臭的要死的骑走。那自己一点都不臭。哎呀，鸡巴臭的骑走的，这是硬气的骑。啊，再硬气，妈！有那蛋疼的还有。常犯马是前蹄的错误。这一个二百分没了。不是，二百分可不止，最少三百分都得。你这还咋的？我建议你今天不要干，慢慢干。现在不能上场，是吧？这你跟俺娃干，你啥都不要。叫李刚的干。太鸡巴臭了！哎呀！你这啥？你有个啥？你看那个时间，你没看，我都没看。你下去仔细算了，你下去，你该那个斗地主，你不很专心，你老分心，你知道吗？对。你考虑别的事，有时候干的手机的，有时候干啥的，你分心，你不像你，你该直接都钻进去了。你感觉他不怕别人说话干，他不听，他都直接。他干啥？他有时候跟你聊天儿干了。聊天儿。啊，你肯定不行。分心是吧？说的对，中间很对，你看人家下去就不吭一声了。该捞不了的，你随便喝，人家一般不理你。好像。我也在这不专心，心里专心。这简单的戏是不是？他妈给你跳，我都不能给你跳，我没有照章去了，你记住。是啊，国民党那个李局长说的话，我们唯一望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哦。这回把财务局都拖了，下一张再一张下一张。轻敌可不是小错误，大错误。妈会不都做好了，妈是回到这儿，下次调整位置去了。人家抓紧了妈，妈不好就没地方去了还。我在看着。又开一盘儿，哦，那是，他这是啥？
老实的很，他做的事。老实。我哪能做？就怕老，就怕老实了吧？就怕不老实。老实最厉害。骑行去做个雕塑。也不行，还送了个八十的军旗吧。马姐回回中以后了，是不是？基本上写出来都不是说，都不是说别人的写，都是从来是个漏。我拿着丢个那，我把丢个那。我现在写是漏了太多。你这个夏天是疯了。啊？提啥疯？来钱了。啊，你说我听你这几块二十多。来钱了，一块二十。一块二十还不管钱。嗯，你咋来？从哪来？你们互相花钱儿？嗯，玩儿呢？玩儿。是吧？给爸妈来讲啊。
交一下，给你弄一份儿。就算你交完这块看吧。推你下，要不下就算。来了。你要不要压都不压，你哥，你今天过瘾了，我感觉今天下了不少给他们。我都跟谁下？跟那个师兄。师兄的啊，下那两盆儿。下两盆儿。下两盆儿，入一盆儿，赢一盆儿。哦。跟他那个老陆下一盆儿。你要走出来那个诺他有的乱跟你说呵呵哎关键是在你你说的好那么大标那一大标的那一大标的都不错马来了看了吧有来倒菜了啊有来倒菜了重名了。嗯，是吧？是。来吧。他松一口气，嗯，他松一口气。来，给我请你乖乖嘛。乖乖嘛。可松一口气。我有朋友跟老师讲了那个嘛，就是你跟老那个人说是吧？哦，我也听了一句，那么客气。
把它掀开了。叫马庆丹是咋姓的？咋叫马庆丹氏啊？我说这俩氏呢，丹氏，你这好好的。雅琴双氏。这是好好的，你这个。雅琴双氏，雅琴双氏。说巴适的英语是吧？巴适，巴适。别动态度吧。小气吧。你慢慢吃吧。白吃个屎还能？嗯，走嘛，再吃一个屎。就办那个事，也好用。我四眼金，我是我绕几万。